有一种力量引领时代，有一种力量推动历史，有一种力量改变世界。阿迪亚伯拉集团朝气蓬勃，迅猛发展，用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实现着每一个梦想。阿迪亚伯拉集团市值410亿美元，为世界500强企业。伯拉集团追求多元化发展，如今已是涵盖金属、碳黑、纤维、化工、零售、纺织与服饰、金融服务、农业、水泥等诸多领域的巨型跨国集团公司。作为集团的成员之一，伯拉碳黑是全球最大的高品质碳黑制造商之一，160多年以来一直站在碳黑行业的最前沿，致力于碳黑领域的创新和发展，服务于全球市场。不仅如此，公司足迹遍布5大洲的12个国家，拥有16处生产工厂。其中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吸引了伯拉碳黑的目光。为了更好地布局中国市场，伯拉碳黑于2013年5月与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政府签约了济宁碳黑工厂项目。济宁工厂的生产线使用了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及生产设备，代表着伯拉碳黑雄厚的技术实力与先进的管理理念。我们拥有先进的研发及检测设备，高素质的科研人员精益求精，持续探索先进的生产科技。实验室均使用世界顶级品牌的碳黑专用测试设备，力求给予生产提供准确的测试数据，以保证产品的符合性和稳定性，并且可以与顾客进行广泛的技术性合作与交流。我们全面周到的销售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，我们致力于成为客户赖以信任的合作伙伴，持续为客户提供质量稳定、性能卓越的产品。我们为客户提供一揽子产品解决方案及全面的配套服务，秉承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。济宁工厂秉承伯拉碳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，致力于寻求过程、产品以及员工之间的平衡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忠实践行者，伯拉碳黑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商业的核心，从工厂的设计与运营到与客户、员工以及运营所在社区关系的建立，可持续发展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角落。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，致力于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，并尽可能地回收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能源，做到产生的能源大于使用的能源，用正能源彰显节能减排、改善环境的意志。我们恪守承诺，在为客户持续供应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的同时，积极提升社会效益，并努力保护社会环境，真正做到社会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。安全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柱，为员工营造的安全工作场所，保障员工的职业健康，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职责。公司拥有一套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，坚定、高效而务实的领导力，为企业创造了优良的安全文化，并不断追求进步。每一位员工的发展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。我们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发展体系，打造高效敬业的员工团队，为业务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伯拉碳黑精工缔造，创新科技的同时
以人为本的理念，让员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，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博拉碳黑一直站在碳黑行业的最前沿，努力成为全球最受人尊重、最具可持续发展性、最具活力的碳黑企业。更好的未来由我们去描绘蓝图，创造奇迹。